我哋除咗有猫山王同黑刺榴莲月饼之外咧，仲有超具香港特色嘅双黄莲蓉月饼。咁当然唔少得一盒四款口味嘅茶味月饼啦，我哋都应有尽有噶。即日开始接受预订。我天啊！選舉就是一個好東西，我都話啦，而家所有全球民主國家所有嘅選舉有一個議題，就是強硬對付中國。無論你是澳洲、菲律賓、加拿大開始，跟住你見到德國、法國，而家英國連內部選手上。最重要的議題是什麼？對強硬對付中國。我們以為新米城已經很厲害，真的很厲害。為什麼？新米城本身就已經擺到明就是親中的，但是落後於形勢，英國外相卓惠斯大幅領先，在這樣的環境重錘一擊，跟著就突然間180度抗衡中國。他說只要我做英國首相，第一時間就要將孔子學院30間連根拔起，即時刪除，拒絕同英國一切同中國的高科技合作，甚至所有大學的計劃都要終止。講到真的哇，有幾狠得幾狠。咁另外一個上位的叫卓惠斯，即係呢位女鐵娘子號稱，即係除了當日的戴卓爾就是他了。咁我買好他的，由當日他哋去到五個的時候，我已經做節目講過，就係話卓惠斯會成為英國首相。當時民調新米城是高啲嘅，咁我都話啦，而家嘅重要議題，我唔睇呢樣，淨係睇你點樣強硬對付中國啫。咁卓惠斯已經係有紀律可尋，嚟到呢一度，你帶我啊！你帶我四條啲，我俾啤鬼你黃渣。結果戴維斯喺星期三作出承諾，我唔帶得㗎。如果我做首相嘅話，我就會用英聯邦國家嘅關係對抗中國日益增長嘅惡性影響，幫助英國及其他民主國家贏得反對獨裁者嘅全球鬥爭。英聯邦國家以前我哋香港都係嘅，有56個國家。第一，西印度群島、安提瓜同埋巴布塔。大洋洲嘅有澳洲，亦都有新西蘭。西印度群島嘅有巴哈馬。跟住南亞嘅有孟加拉，西印度群島嘅有巴多斯，跟住有帕利茲喺中美洲，跟住有珀茨瓦納喺南部非洲，有汶萊，原來汶萊都係東南亞東盟國家，有非洲嘅喀麥隆，跟住加拿大、塞浦路斯、多美尼亞。在西印度群島南部非洲的斯士威蘭，哇，真是威蘭斯士，哇，真是這些名字聽都沒聽過。咁當然啦，斐濟群島、剛比亞、加納、加逢、格林納達、圭亞那、印度、牙買加、肯亞、巴基斯坦、萊托索、馬維拉、馬來西亞、馬爾代夫、馬爾他、毛里求斯、莫比桑克、莫比米亞、魯魯，哇，犀利啊！新西蘭、尼日利亞、巴基斯坦、巴布亞新畿內亞、盧旺達，要幾多有幾多？
新加坡、所羅門群島、南非、斯里蘭加、坦桑尼亞、墨西哥，唔係，對唔住，係多哥、湯加、千里達。估唔到我最想去嘅地方，雅魯亞圖都係。咁你話啦，56个國家，即係圍毆中國，你放心啦，呢啲係吹到咁大嘅啫。但係你就見到一場選舉，你大我啊，我再大你，我就已經用到英聯邦國家下一次新米城會點講呢？我要動用曬全球民主國家嘅力量打倒中國，會唔會係咁呢？喂，如果係咁，下次卓偉斯就會話我動用全宇宙嘅力量，銀河系嘅精英都出嚟。勁啊！真係為咗手上咩都講得出。節目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 like 最終 share 訂閱科金睇廣告，可以嘅話加入會員同 Patreon 大富翁天下，需要大家支持，拜拜。